华妃娘娘跟着凤凰时尚来到纽约看秀，不过忙里偷闲的时间呢，蒋欣可是献给了韩剧，你知道是哪部吗？没错，当然就是来自星星的你，并且啊，华妃娘娘霸气地表示，全智贤演的女主角千颂伊就是我，我就是千颂伊。千颂伊，那不就是我吗？来自星星的你席卷全亚洲，这波连蒋欣也拿出华妃娘娘的气势，表示我才是千颂伊。入迷的程度，连剧里的桥段也是张口就来。感谢文艺健先生带来的摩卡种子。他经纪人说错了错了，那是棉花种子。피곤한오후엔역시달달한모카라떼가짱문익정선생님이왜모카시를숨겨들어왔는지알것같다문익정선생님 Thank you。这不，仔细想来，大大咧咧、常常在微博自黑的蒋欣，确实有几分二千的风范。朋友，你推荐的。都说因为太像我了，所以一定要让我看。我的微博里最近一段时间各种评论都是，那你真的很像二千。韩国版的星星越来越火，中国网友追剧的同时也脑补起来中国版的星星。明星粉丝代表蒋欣自比千颂伊，但谁适合都教授，可就让蒋欣犯忌难。我演千颂伊，那男的呢？男主角呢？没有那么仙儿的人吧？想想有没有很仙儿的呢？陈坤，陈坤是吗？我觉得他蛮仙的。那找陈坤的话，就别找我了，还是找范冰冰。哎呦，华妃娘娘，我们都知道您的都教授可不是坤哥，而是十二个叶子欣。不过谈到这位男朋友，蒋欣又从滔滔不绝变得不愿多谈。我说这一点可不像二千哦。那今年的春节是怎么过的？有没有跟男朋友一起见家长啊等等？没有，陪爸妈。二月十四号情人节，有计划情人节的一些事情吗？没有计划，我可能是收拾行李吧。因为我十五号就要进组。看来蒋欣和叶祖欣这对小情侣要想甜甜蜜蜜，还真是有不少困难。不过也没关系，没看二千和教授跨越了种族，经过了400年，也要谈恋爱吗？行了，再见，纽约采访报道。